所以那时候钱的确是很，就给人感觉比较好赚，所以那个时候一个月我随便100万是没有一点问题，所以我一年的学费100万那是随便。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读大学，每年要交100万日元学费，大约港币8万元。要筹足呢笔钱，单靠去餐厅洗碗、洗厕所，的确好辛苦。于是有部分留学生宁愿好似李小木咁，企喺街头拉客。你把餐厅给逼啊！杨哥，做多久了？6年了。妻子？7年了。对吧？你呢？我1年了。生意最好的时候，李小木请了23个中国留学生帮他手。80年代之前，歌舞伎町仲是清一色日本人的地盘，开店的